马六甲、黄族民、马志民合说的群口相声《酒令》。哎，哦，你喜欢喝酒吗？我最爱喝酒了。一顿能喝多少？喝不多，也就是四两半斤的。就这么干喝呀？那哪行啊，怎么也得有点酒菜呀。我说的不是这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光喝酒吃菜太闷呢。嗯，这要是行个酒令助助兴，那多愉快呀。哦，酒令我会的可不少。都有什么？像什么划拳呢、猜谜语啊、击鼓传花、老虎杠子、虫子鸡，就连日本拳我都会划。您刚说这些啊，都太俗了。哦，这回我出个新鲜的酒令。什么新鲜的？叫找节日。哦，一年呢12个月，咱们找出12个民族传统节日来，这行吗？那怎么找呢？咱俩人呢，啊，一个人占单月，一个人占双月。占单月的呢，必须在单日子里找出节日；占双月的呢，得在双日子里找出节日。找出这些节日，大家伙还都得承认。嗯，这行吗？哎，这倒有点意思。我能不能找个帮忙的？可以呀。那我找一个，马先生，马先生，来来来，请请请。叫我什么事儿啊？他呀，啊，要请我喝酒，那就喝呀。不是啊，还得说酒令呢。哦哦，叫找节日。嗯，一年12个月，要找出12个传统节日来，这你行吗？嗨，我这人家学问你能不知道吗？知道啊。他一年能找多少节？他能找12个。12个啊？你告诉他我能找24个。哎，我们能找24个节。24个？对了，24个都什么节？哎，24个都什么节呀？这不拿过来就说吗？啊，你看啊，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、芒种、夏至、小暑、大暑、立秋、处暑、佛露、秋分、寒露、霜降、立冬、小雪、大雪、冬至、小寒、大寒，24节。好，怎么样？哎，你听着，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。您刚说这些啊，都不是节。怎么？这是24个节气，农民呐，根据这24个节气来耕种除刨。我说的是找节日，不是找节气。那你能不能给举个例子？可以呀。你说说。比如说正月啊，正月初一，这是什么日子？这是春节呀。对，大年初一头一天，家家户户都过年。就找这路的节日。哎，就找这路节日行吗？没问题。不是，他可说了啊，要单月找出单日子啊，双月呢还得找出双日子来。我知道了。行了行了，没问题。哎，叫他分分谁占单月谁占双月。那行，咱俩分分谁占单月谁占双月啊。你们挑吧。我挑。他让咱挑，咱挑啊，这得慎重。是啊，要咱挑啊。啊啊啊！依我说呀，这么着，怎么着？叫他占单月，那为什么？咱占双月。怎么？甭问呢，单月得先说。哎，等他说完之后，咱是照着猫画虎，他怎么说咱怎么说。你别忘了，咱是俩人。对呀、啊，他是一小孩啊。那是啊，咱俩人怎么也比这一小孩机灵。对对对。他一人就闹不过咱俩人去，是这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占单月，我占双月。你单月可得先说，等你说完之后，我们是照猫画虎，你怎么说我怎么说。别忘了，我们是俩人，你是一，我全告诉他了。说话嘛。行行行了，拿钱吧，拿钱。干嘛呀？我打酒去。不用。干嘛？这酒啊，我带来了。他带着酒呢。带来了啊。什么酒？拿出来看看。哎，你拿出来拿出来。这就是酒。这是酒啊？用它来代替酒。
哦，这就是酒了。哎，别动别动。怎么了？这酒啊，我已经给您斟满了。千万不能碰啊！啊，一碰就洒，一吨就流。你瞧，这还不能碰，这是酒啊！这酒怎么喝呢？哎，这酒怎么喝呢？拿脑袋喝。拿脑袋喝。拿脑袋怎么喝呀？这拿脑袋怎么喝呀？怎么喝不知道啊？就这么喝，就这么喝。这个啊，这我不明白。嗯，不明白。怎么？他占单月。是啊，他在单日子里头找出节日来了。对，他找这节日，大家伙一听都承认啊。这算什么呀？哎，这算什么呀？这算政令。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哦，这要敬酒三杯。那敬酒又是怎么个敬法呢？这敬酒又是怎么个敬法呢？不会敬啊？就这么敬？就这么敬？这个啊，这我不明白。嗯，咱们这双月。对呀、啊、咱们双月啊。是啊，可是咱们在单日子里头找出节日来了啊。咱找这节日呢，大伙儿一听不承认，这算什么呀？哎，这算什么呀？这算乱令，得罚酒三杯。哦，这得罚酒三杯。那罚酒又是怎么个罚法呢？对呀、啊、那罚酒又是怎么个罚法呢？还不会啊？就这么罚。就这么罚。这个啊，这我还是不明白。这我明白了。一上来就拿没说，我先对付七杯了，你还不明白？你明白了。我早就明白了。你明白就行了啊。不过咱得说头了。说什么？是你们两个人行酒令。对呀、啊、我纯粹是给你帮忙。我请来的。我替你找节日。那是是苏轼游龙坛你的，我负责了，这里没我事啊。那当然了。那行，开始吧。行，开始。我你是正月。正月。正月几儿？正月十五。他说正月十五。问他什么节。哎，什么节？元宵节。元宵节这有吗？有有有。元宵节呀又叫上元节。哦，也叫灯节。嗯，正月十五闹元宵吗？是啊，有个绣金点啊，正月闹元宵，金点绣开了啊。有有有。问他怎么办？哎，有怎么办？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这得敬酒三杯。敬酒啊？敬他。敬他。哎，别动。哎，这不能敬我，这怎么能敬我？这不敬你，我敬谁呀、啊？敬我，不是你，你说完我不敬你，我敬谁？你说我敬谁？你等会儿，我问，这，你沉住气，我问他，问清楚。咱论点岁数啊，咱可别矫情。谁矫情了？哎，那么你找上来了，正月十五元宵节，他敬你酒，你为什么不喝呀？这你没听明白啊？这政令啊。是我找上来的、啊、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，这三杯酒啊得你们喝。哦，这酒得我们喝。对呀、啊、假比说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了呢，那我喝呀。这回谁喝？你们喝。我们喝。对，喝，这是敬酒，他能喝几个缸？他刚找上来一个咱就不喝啊，待会儿咱找上来他也不喝呀。哎，别唠欺负小孩啊。那是咱不唠这个。喝喝喝喝。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该你们的。该我们。我们是二月。二月几儿？咱二月几儿？二月啊啊，二月初二。哎，二月初二什么节？什么节？二月二龙抬头。对，二月二龙抬头。我问你什么节？哎，什么节？抬头节。对，抬头节。不像话，有抬头纹哪来的抬头节？哎、这不算命了。
乱令了，乱令怎么办？问他怎么办？乱令怎么办？罚酒三杯，罚酒三杯，罚酒啊！嘿，罚他，罚他，罚！哎，没有，你看又不让动，不，刚才敬酒你不让叫，这回罚酒你要不让叫、哎哎？怎么着？一块乱是怎么着？啊，听我的啊，我跟他说去。我说这回你可矫情了，矫赖了啊！谁矫赖？刚才我们可喝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么这回我们没找上来，你为什么不说呀、啊？你们没找上来，谁乱令了？我们乱令了。你们乱令，罚酒三杯，这三杯酒得你们喝。哦，这酒得我们喝。对。假比说，待会儿我们要是找上来，你乱令了呢？那我喝呀。这回谁喝？你们喝。我们喝。对。来，喝。还我喝？咱们来得起，咱就输得起。知道吗？不就三杯酒吗？别含糊，喝。不，咱跟小孩一般见识。咱不唠，喝。小孩，这，来。罚酒三杯。该你的，该你的。三月。三月初九。什么节？寒食节。哎，这三月十九寒食节有吗？有，有。有寿绵山吗？纪念介子推。到这日子知道吗？啊，不吃热食，吃冷食，寒食节有，有有。问他怎么办？有怎么办？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这得又敬我三杯啊！我说、啊，我可喝了一个季度了。我说你喝这仨月，你感觉这酒怎么样？这酒倒是不错，就是有点上头。这点你放心啊，啊，后边全是他喝，后边都他喝啊。仨月子后边让他，啊，行，咱是俩人，他一人，那是俩人，怎么也比一人机灵。对，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去。对对对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四月，四月该我们的了。谢谢。咱四月景，四月啊啊。四月二十八，哎，四月二十八，什么节？哎，什么节？乱穿纱，乱穿纱。我问你什么节？哎，对，什么节？穿纱节，穿纱节。不像话，这可又乱令了。我另问他怎么办啊？问他怎么办？问什么呀？我还得喝酒啊。该谁的了？该你的了。五月。五月啊，五月初五什么节？端阳节。端阳节，看来我甭问他了，我要一问他准说有。您不信咱试试。哎，我说有什么呀？这有，我这还没说话呢就有啊。你问呢？不，他说五月初五端阳节，这有吗？有。有，我就知识这句嘛。端阳节又叫端午节呀、啊、都包粽子嘛。哦，屈原啊，有有。我问他怎么办？问什么？我喝酒去吧。哎呀，咱们啊，咱们这回六月，六月景，六月景，六月了 啊六月初六，六月初六什么节？什么节？六月六看古秀。六月六看古秀。我问你什么节？哎，对，什么节？古秀节。古秀节啊，你想啊，六月六看古秀，六月六看古秀，春打六九头，大麦收，小麦熟，孟姜子哭打了万里长征头，一个萝卜四两，两个萝卜半斤，三个萝卜十二两，四个萝卜整一斤，不够饶一小萝卜。好呀，没问题。你听着，六月六看古秀是春打六九头，大麦收，小麦熟，孟姜子是哭打万里长征头，一个萝卜四两。啊！我说你怎么愣惯呢？哎，你问问他，六月六看古秀有没有？这节有没有？问什么呀？又输了，又输了，那可不，又输别含糊，喝。干嘛？还喝呢？啊、他愣惯的，愣惯，那可不，那不行，我得问问他。你这，哎，我说你这可不对啊，不像话。啊，就算我们乱令了，你等他说完了，这后边还有词儿呢，一大段，你是哪句撞上啊？你想，六月六看古秀，春打六九头，大麦收，小麦收，孟姜女哭打。行行行，行了，你快过来吧。
这都喝完了，你跑这耍贫嘴来了？你想想什么呀？你要不嘴快，输不了。这怨我们，他愣惯的，这谁挡得住啊？才六个月嘛，不，六个月啊！我已经喝了半年了，后半年归他了，后半年归他，他了，都归他啊！哎，那好，你在七月，七月初七，什么节？七巧节。这七巧节有吗？废话，七月七牛郎织女天河卫，谁不知道？快喝喝喝！哎呀，八月咱们八月前，八月啊啊，八月初八，什么节？8月8蚊子嘴开花。8月8蚊子嘴开花。我问你什么节？哎，对了，什么节？开花节。开花节，这都不像话。有开花节吗？我这一说他准罚了三杯啊。你别忘，咱俩人咱得比一人机灵。我还机灵呢。我说你到底是哪头的你呀？你呀，一边待着去吧。这回甭你给我找，我自己找。八月是吧？八月，哎，八月中秋节，各位有没有？这回啊，该你喝酒了，哈哈。哎，怎么又不让坐？这回我们可找上来了，我们自个儿找的，找了你不能，你消气儿，你沉住气。不找了，不在有理，不在升高。我问他，笨拙，我问他。哎，我说我们可喝了半年多了，这我知道。哎，你也该喝一回了。那么这回我们自己找上来了，八月中秋节你为什么不喝？你们找上来我也不能喝。怎么呢？你八月是单月是双月？八月是双月。你中秋节什么日子？8月15。15是单日子是双日子？哎啊，不，我们16过节。哎，对，15不圆，16圆，我们等月亮圆了再过节。不像话！你双月找出单日子来了，这可算乱令，罚酒三杯，你们喝。哦，这酒我们喝。对，待会儿你要找乱了呢，那我喝呀。这回谁喝？你们喝。我们喝。对，来喝。还我喝呀？废话，这谁找的？这中秋节谁找的？你找的，逞能吗？他不听我的。啊，是啊，我听你的也没少喝呀。不是，咱商量得了。啊，这三杯酒啊，你替我喝了吧？那可不行，刚才有言在先呢。怎么？输赢全是你的。再说这酒我也盯不住。哦，我盯得住啊。不是。我喝的太多了，现在已经喝糊涂了。你糊涂没关系，我明白着呢。咱俩有一明白，吃不了亏，吃不了亏。来，是啊，不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就膨胀。哎呀，该你的了。九月请。九月初九。什么节？重阳节。哎。这重阳节有吗？多新鲜的，9月9登高拿家伙呀，这还废话呢。我说你比他还狠呐，自求是啊，这叫命。那你们呢？我们十月啊，10月底，咱十月底儿，十月啊，这回可想好了，10月18，哎，10月18是什么日子？这是啊。我的生日。哦，啊，过来，甭跑，你甭跑，不打你啊。咱问清楚了，你的生日算什么节呀？这是圣诞节。圣诞节呀，你的生日是兔诞节。说话，像话，这都出的什么主意？打一上来，您各位听听啊。2月2嘛，龙抬头；4月28乱穿纱；6月6看古秀；8月8蚊子嘴开花；到10月了，又出来他生日了，这都是节吗？这个啊，咱俩人怎么比一人机灵啊？我还机灵呢，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去啊！是啊，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人去。你甭嚷，你甭着急，咱得研究研究。研究什么？刚才咱站月站错了。嚯，他这节呀全在单月，双月没节。
双月没结，没结，你早干嘛去了？他跟他换，他换过来。啊，行行行了，换什么呀换？你呀还一边待着去吧，这回还我自己找。十月是吧？十月，十月我不说了。啊，不，十一月你也甭说了，干脆呀、啊，我直接进入十二月。十二月呢，也就是腊月，腊月。腊月三十儿，除夕节，各位，这回有了吧？有了。哎，哈哈，这回呀、啊，哈哈，该你喝酒了。我喝几杯呀、啊？三杯。不，我喝两杯。怎么喝两杯？你刚才这蹲洒了一杯。哦，我这拿一下，这就蹲洒一杯。哎，嘿，两杯啊。两杯你也得喝，那我喝一杯。怎么又一杯了？你这又碰倒了一杯。嘿，一杯你也得喝。一杯我怎么喝呀？我怎么喝你就怎么喝。你怎么喝的？我就是这么喝的。这回呀、啊、我一杯都不喝了。怎么呢？你替我喝了啊。你也来一杯了。